29号下午，陈伟霆在微博晒出一张背着小侄子的照片，并配文举高高。照片中的陈伟霆盯着镜头搞怪，头发被打理，随意翘起，超俏皮。侄子坐在他的肩膀上，两只小手被舅舅紧紧握住，画风和谐有爱。看来我们再也不会被误认为是人贩子啦。还有人晒出此刻的背影照，侄子肉乎乎的小背影和陈伟霆坚实的臂膀形成了鲜明对比，姥姥都开始羡慕小侄子啦。我们宝宝一直是知名亲子博主，虽然侄子侄女小的时候总抗拒舅舅，但他们现在已经发现舅舅有多帅了吧。芒果乐新闻，姥姥也还小，也想要陈伟霆舅舅的亲亲抱抱举高高。报道。